你想我退股，你咪俾钱咯。你凭咩讲你自己值200万啊？我系中意搞你。呢条友咁口臭，我迟早帮你加分噶。我几中意你嘅。点解我老婆会同个医生一齐噶？知佢系咩人咩？你咁快就同佢好，你有冇脑噶？10亿24小时，今晚8点半，翡翠台。